穿着透肤紧身礼服，银色亮片点缀，勾勒出叶片与叶脉的线条。女星珍妮佛·罗佩兹一现身，瞬间成为镁光灯焦点。女星千代雅这一套歌德式礼服就吸引全场目光，面对镜头摆出各种姿势，最吸睛的就是她头上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，衬托出强大气场的同时，也让粉丝尖叫声不断。为了契合时间花园的服装要求，明星们使出浑身解数。拥有时尚奥斯卡之称的 Met Gala 在台湾时间7号早上盛大展开，现场众星云集。女星们在红毯上争奇斗艳，亚莉安娜选择以空灵造型登场，不只使用奢华珍珠母贝装点礼服，还在脸颊两侧贴上花瓣翅膀作为装饰，就像是精灵飞越全场。同场的还有澳洲女星妮可基曼，以一身华贵双色拼接礼服亮相，黑色布料层层堆叠，营造出羽毛的视觉效果，完美呼应时间花园主题，与丈夫甜蜜牵手更是闪瞎众人。另外雷神夫妻也一起现身红毯，两人紧紧搂着彼此，让 Met Gala 瞬间充满粉红泡泡。当然除了欧美影星，来自韩国的女神也是受邀嘉宾。一身蓝色礼服甜美亮相，二度参加 Met Gala 的 Jenny 秀出小蛮腰大长腿，完美身材毫不保留。而在活动前一天， Jenny 出现在纽约街头画面也曝光。同团的 Rose 为了参加品牌活动也来到了纽约，空闲时间还与 Jennie 相约逛街，双双罕见合体，也让粉丝期待 BLACKPINK 所有成员回归的那一天。 TVBS 新闻肖明正沈世欧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